第二题第一题到第十五题没有什么意义。第二题说一个原子的质量极小，很难直接测得，国际上以质量数为12的碳原子作为比较标准，定期原子量为12，下列何者是原子量的单位？我们前面说过了，原子量是个比值，所以它并没有单位，因为它有单位的话单位也被消掉了。所以第二题问我们说下列何者是原子量的单位，我们答案选的是铢，没有单位。